猜啊。好看。球蛋子。目前在国内来讲的话，他没有一个人敢要这球蛋子。我是谁都绝对要这球蛋啊。他这球蛋怎么搬了啊？能看给你们的球。怕不怕？不怕。我让你知道现实中的残酷啊！你不怕啊？怕不怕？这球一般啊。你看这球怎么进的啊？看明白了吗？这球。都不可明白，你看他俩怎么进的啊？他菜太素了，给他炒个鸡蛋。我要给你掰一个。看你小子。你小子打进来，你。